同修早上梦到奶奶跟他要护照，说要出国，然后梦里有一个声音告诉同修说，奶奶在欲界天，想要上无色界天还需要86逗号417，然后梦里就跳出这几个数字，中间是有逗号的，请问这个86和417是什么意思呀？86和什么？嗯，417。啊，那这是小房子，小房子数量，嗯。那就是先86张，然后86张进一个劫，400多张才能真正的、真正的进入天界。嗯。哦，好的，感恩师父慈悲开示。